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翻到绝对还能 DN 啊！今次就要穿过呢一个嘅狩猎场呢一个位啦。上次打完打完呢个管柱之后咧，好似卡咗喺呢个位嘅，卡咗喺呢个位啊！咪再次试下睇赢唔赢到咯，我哋好嚟啦，应该系一次过打三个敌人嘅吓，系咪呢度咧？好似一开头要双打先系嘛？咁我哋系放啲咁样放先啦，好。因为我哋牛蛙军都系必须要有，诶唔系喎，哦咁我放错咗，放翻牛蛙军先。哎呀，而家佢系放呢只，我放鲤鱼龙其实都得、啊、因为佢应该冇雷技啦，应该得草技嘅啫，即系得草技得恶技，草恶火技，咁又可以用液态尾巴啦，啊，液态尾巴，呢只系超能力猪。超能力珠我哋用怪力我打，跟住咬佢，再咬佢。牙沙巨牙沙，巨牙沙我哋用鲤鱼龙先啊，放低佢攻击之后再用怪力我。啊，急冻光线呢度用咬碎，冇结冰啊兄弟。哇，咬唔痛佢喎，换牛蛙棍先。佢出啲咩技？咬碎。呢度用冲浪 ，OK， 得啦。即使打得我，你都打唔赢我两个小弟嘅吓，呢度双打啦，要打呢、這个位液态尾巴打毒粉哦，即系用高音，我打唔死嘅，唔紧要。呢度用怪力我啊，怪力我之后用咬碎咬毒粉我之后，定系呢度直接换重好啲咧？但系冇中开换，唉、哎，咬碎毒粉蛾之后用压制打怪嚟抽嚟，相当麻烦呢度。唉、哎，你用你啦，落天河童，跟住用惊吓啦，冇咩嘢拣，自然力量啦吓，自然力量之后冲浪，好，我用个岩品，呢度惊吓打鬼蝉，诶、哎，大镬鬼蝉啊，大镬啦！鬼蝉，鬼蝉好似冇技打喎，除咗只河童之外，依用高音先啦。我打中咗咩话？惊吓十字剑，哎呀，哇，大镬啦！十字剑，重技打唔到佢喎，记得。唔紧要啦，打先啦呢度，应该系打唔中佢噶啦，之后就。水技剑舞，唉、哎，玩完啦，玩完啦，要大甲呢度我哋用瞓觉啦。你睇先有冇树果？冇树果，我哋用瞓觉。呢度用冲浪。哎呀呀，玩完啦，玩完啦。顶，俾鬼蝉屈死咗。呢度冇鬼技，啊唔系冇鬼技，冇恶技，恶技嗰啲全部死晒。咁我大概知道要点做啦，唔可以再输，冇晒钱。头先输一输，扣咗好多钱。好啦，一开头嗰只我哋照用牛蛙军打啦，不如，因为牛蛙军可以强行杀死嗰只黑老家嚟啦。嚟冲浪啦，再冲啦。好，巨牙沙，咁啊巨牙沙都相当麻烦啦。好，牛蛙军用冲浪啊。再冲啦！我快过超能力珠，我哋用鲤鱼龙啊，用咬咬佢，力量宝石，哇差啲死，好就死咯两只，哎呀大镬啦，冇有牛奶嘅，但系护唔切重啊，可以换到嘅都换到嘅其实。换呢两只咯，唯有，啊、都叫顶得住嘅。呢度开地震，跟呢个帮人回血。呢度用牛奶饮俾牛蛙君。好，跟住用牛蛙君喺呢边，呢、這个位瞓觉。呢度用冲浪。哦，一嘢冲，哎呀，大镬啦！我毒钉啊放咗，哎
相当麻烦。自然力量啦。Oh no， 冇啦冇啦冇啦。呢度用冰牙咬毒粉咯，跟住液态尾巴打格拉格拉。唉，滋滋，都几难打啊呢一关。直接牛蛙关啦吓，直接牛蛙关，跟住等佢回血啦。其实可以用压制好得，麻痹，唉，冇麻痹。好，超人力珠，超人力珠其实我可以照打，其实都冥想 OK， 又快过我，速度过呢只，跟住偷嘅嘢，偷个气息腰带，虽然冇乜用啦。呢度用鲤鱼龙，跟住用龙老，龙老，哇咁劲嘅攻击，哇乱马，嚟啦又嚟呢关啊！冲浪唔得，唔用得冲浪呢度，高音啦呢度用高音，跟住鲤鱼龙用龙路啊，液态尾巴啦，毒粉我啊！毒粉碟死啦佢，哇完全凹痕嘅伤害喎，有毒钉，我片死咗只先。闪电拳 OK， 呢度出地震鲶鱼，哇咁快出嘅你嗰只鬼系，呢度换只洛天河龙出嚟，之后用地震。震唔死喎，怪力我啦，跟住用咬碎咬鬼蟬，呢度用冲浪 ，OK 冲浪，同平分，哇咁恶死，剑王地震，呢个瞓个觉先啦，瞓个靓觉先。爆音怪，好啦呢度，呢度咬佢啦，爆音怪之后就地震啦，怪力我应该冇乜用啦，怪力我谂。哇！好在打死 ，OK OK， 就蛙棍，哇，仲有只喎，系喎，仲有只喎，高音先啦呢度，哇，点打？冇得打喎，好似，呢度压制咗只大甲先，呢度用剑网先啦吓，麻痹佢啦，哇，冇 ，Oh no， 玩完啦，玩完啦。好，再嚟个一开头牛蛙军，牛蛙军先，哇搞咩喺度？好，阿仔又打唔中，又打唔到麻痹，应该系话巨牙沙，巨牙沙就鲤鱼龙啦，降咗佢攻击都好痛喎、啊，话是话，真系好黐线。你打佢黐线嘅攻击，会否太癫佢攻击？急冻光线，呢只超人力珠，超人力珠，牛蛙棍啦，跟住用压制先啦，跟住用冲浪，系啦，因为一开头咧，如果就咁用冲浪打唔死佢咧，佢会触发嗰个速度果。呢度就要冲浪，跟住换只射纹熊出嚟死。嗱，冇保护就系咁啦，要咁样出嚟死，跟住落天河童，啊顶啊出呢只，咁我唔用，咁我用高音，咁我用压制，用催眠啦，催眠就系抽泥，跟住呢度惊吓佢，good 啊，哇一个催眠，一个惊喎，头先个下技 ，very good 啊，咁既然系咁，我哋唔杀只落天河童住啦，我哋用高音啦，啊唔系用压制打右手边，跟住惊吓左手边 ，very good， 点啊呢波？跟住就用只怪力我啦，
呢度高音，跟住咬冰咬左边，爆温波，哇咁快有爆温波啦，佢都劲啊！右手边嗰只有雷拳，雷拳应该打唔少牛蛙棍嘅，但系佢我系照用水技啦，我惊死。好，连埋只怪你话一齐浸死，或者唔要李鱼龙啦，唉，好搞掂，跟住再换只怪你我出嚟，降低对手大甲嘅。有白色香草，我仲谂住咁犀利、咁完美嘅战术，即刻下降去攻击力，点知佢即刻有白色香草，真系。呢个冰牙咬佢啦，诶、麻痹咗，咁就输啦，你再见啦，可以。咁我呢度唔用冲浪啊，费事死。呢、這个位置用冰牙啦，咬碎啊，咬碎。啊，咪碎，诶，咬碎啊。得搞掂，果然犀利，唔可以轻视。不过我哋呢度有伦达同埋兰斯坦，有两个哥布咧，赢唔到你冇退路，等死啦！吓、啊，咁快又要打啦呢度，我死咗劲多只，哇！唔系啊嘛，冇得有得咁啊，原来大镬啦咁就，我有药嘅，但系树果汁咯、啊。之前好似喺呢一个百货公司度买咗好多树果汁。呢度双打嚟嘅，咁样放啦，跟住带大树果啦，大树果，好 ，OK， 嚟啦，哇顶，顶又系呢个水组合点打啊我？呢个水组合我赢唔到喎。冰牙咬火右手啊！黐线，大地之力又系呢啲，又系呢啲标配神组合，一个用冲浪，一个咩？一个回血结冰啊！杀咗火右手先，呢度一定要，即系火右手必须死。哇！又冲浪回血，呢度地震念，跟住用高音，跟住又剑网，先整个三级剑网先。哇！巨沼怪又出嚟啦，呢度打左手。啊！右手边要杀咗先喎，呢度剑网，俾佢用冲浪，或液态尾巴压制左手边，呢度用瞓觉。OK OK， 呢度再压制左手边，呢度用剑网。哇！点打呢度？成队水队喎、啊，水打水点打啊？我队好难打、啊、水队，我想快啲攞飞天，然之后翻嚟捉嗰只。嗰只咩啊？墨海马，因为只墨海马咧，即系呢个刺龙王咧，有咗刺龙王个打击面咧唔同咗好多。依家又冇草技，即系打唔到呢一个嘅。咦，佢可以行喎，但系我过唔到去喎，我要升一升咧先。依家呢只几多咧啊？得27咧，得八万吸收咗，仲要。我而家有几多钱喺身？180,000。剛才隔篱好似见到有个训练家啊，我呢只梦梦喺度嘅，点解即刻跳走咗？咁你做咩嘅喺度？202，睇下呢度升咧几？呢度升咧快唔快先？如果呢度升咧快嘅话，可以考虑喺度升下咧先。只要只乐天河同招草技够劲咧，就赢到点？哇！点解乐天河同你可以冇草技噶？咁尴尬嘅咩？可以？啊，唔系水技，呢度唔要自然因为啦，唔知有咩用自然因为，有冇人会用自然因为呢啲技啊？唔使咁快啊嘛，我谂下先，佢嗰度会系，佢个队系水队，我有草技当然就非常之易打啦，但系冇，而水技咧都打唔入佢哋嘅。所以个可能要用鲤鱼龙有机会，因为鲤鱼龙佢嗰个龙属咧可以打得到佢哋，但系最大问题就系佢有嗰只灯笼鱼帮人回血，即系帮只嗰个海游回血系啦，嗯，相当难打，好大只嗰啲河童都，系唔得，呢度打唔赢。洛天罗龙打唔赢呢个位置，咁就算啦，由佢啦，俾佢装翻學習装置啦。既然系咁，再试一试。如果真系唔得，我可能真系要去升下你先得。
照旧啦，帮佢带大树果啦，大树果全部地震鲶鱼大树果啦。好，呢个鲤鱼龙咁样放 ，OK， 嚟啦。先殺左手，先殺右手边先，右手边相当麻烦。呢个用龙套式，再加压制，麻痹唔到你，竟然。呢度压制，再用龙脑 ，good， 落天游龙殺死右手边先。我结冰，唔系话，唔紧要，换人，换只射万红出嚟。哇，死啦，已经就嚟，已经死咗，怪你我。右手边嗰只杀咬碎 ，good， 净系打右手面飞，佢呢度催眠佢，跟住派只鲤鱼龙出嚟，解一解冰，跟住压制用龙脑解冰啊喂，解喂，仲唔解？喂死啦，仲唔解？Oh no！ 一嘢淋死咗，唔紧要，我哋有草技，呢个冰牙跟住用百万吸收，搞掂巨沼怪冰牙百万吸收，冰牙百万吸收，冰牙百万吸收，搞掂啊！终于赢啦，呢度应该可以回血啊！哇！应该回到啊！你系火箭中十，你唔系咧冰，话要加5000蚊就俾啦，唔使谂啦。哇，唔用得电脑添喎呢度，好多限制喎。好啊，牛蛙军队装翻正饭会好啲，装翻正饭先。其余嗰啲全部用大树果。好 ，OK， 又要再打啦喎呢度，一个人打得唔得？可以啊，可以单打，有单打打单打啦，唔想打双打，双打我对完全不成气候。沙队嚟噶，佢嗰三只，唔通 Lady 系放天气嘅，真系啊，俾个估到你啦，蒙哥莱啊，照打啦，蒙哥莱啊，应该赢到嘅，影分身，沙人影分身，辅助打到嘅，盾甲照用水技打啦，哎，咁啱俾你吹死咗。好，好在我都赢到啊！我咁样交啊交啊交咗成万蚊俾佢，咁好搵咧，仲好搵过你去咩捉精灵啦，系嘛？即系捉精灵去卖定点啦？啲火箭兵团直接骑劫一个 PC 嚟用仲好啦。好 ，OK， 哇！叶印斩呢个 shit bad 咧，哎，太阳。你有放晴嘅咩？你换我换重先嘅嘢咁，索腰偷我唔知气息腰打好似系呢度冲浪樱花系草系噶，快嚟我冰啊！哇，即刻结冰啊！冰啊，黐线又樱花儿，即刻唔俾你开花先，阿仔跟住用冲浪阿仔。哇 ，perfect， 好，一共回咗三次血，15000蚊就咁就掉落海，呢、這个又要打系嘛，双打喎、啊、前面，好，但系喺嗰边，咁真系要打呢个啊 ，OK， 终于到啦，火箭兵团，你呢啲队员咧都够晒烦，一批一批冲上真系麻烦，不过咧，接下终于揾到你啦，快带你啲队员走啊，我拒绝，归你一路打过嚟，但系咧估计咧你已经消耗得唔错啦，消耗得差唔多，火系真炸，同一般嘅人咧唔同，你觉得一个对付你有胜算咩？哇，睇唔到啲蓝丝讲啲咩？你终于嚟啊，等咗你好耐，你合力咧做低佢哋，将呢个火箭兵团赶出去狩猎场啦！吓，呢个咪就系啲同树人嗰个僆仔，今次唔会放过你啦。等塔咧阻我哋咧，我仲未揾你咧算账啊，正好今次一次我咧清树，俾你知道干部嘅厉害。哇！点解得你一打一噶？哇，冇乜蓝丝喎！哇，点解用啲咁嘅标配点打啊，老友？我冇人用水机车落去喎，哎，压制打电鬼啊！哎 ，good 啊！哇，但系死咗咁快，哇，两只都系呢只嘅，
换只蛇纹红出嚟先，跟住用头突。诶、欸，系咪落雨啊？依家系咪落紧雨啊？应该系啦，打得唔同，即系电视都俾我打到咁。喂呀呀呀！即系雷斯有咩技噶？冰牙好似，唉，只用水技啊，死啊你去！大地之力，土台龟，喂，你冇晒重啦？唔系话咁，我点打得翻只重？压制先，麻痹咗 ，OK。跟住用高音压制，高音试下啦。凹痕嘅伤害，依度用怪灵鳄，冰牙咬土台龟。先殺右手邊 ，Oh no！ 李魚龍，龍路 ，OK， 死曬係嘛？哇，仲有直大尾巴 ，Oh no！ 呢度地震鏈雨啦，跟住用衝浪啦，冇辦法啦，液態尾巴，誒、欸、冇中到 ，good 啦，哇，但係死咗，得翻一隻。玩完啦，佢仲有，冇啦冇啦，我觉得我要止步啦呢度。我觉得如果我冇刺龙王，绝对打唔赢呢个呢一队嘢，劲难打喎呢一队。点样打赢啊？佢嗰啲重，即系嗰个队友啲重都冇可能打得赢，话事话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啦，我要翻去捉一捉刺龙王先，捉完就有机会第有机会赢到嘅。其实如果未捉嘅话，我觉得我未够。未够一啲技能啊，或者打击面咧去打赢佢。好，咁今集绝对还点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。咁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 同埋揿个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拜。好，大家继续绝对还点啦。咁今次咧就翻到呢一个海滩，而家咧就要落去啊。海上庆典已经开始，只能携带一只精灵，请问你要参加吗？是，搞错啊！